家里面去，也没有再问来问医生，哦，就一直在自汗出，也会造成这种风温的现象。所以有的时候是医师开发汗的药太过，那有的时候是病情的转变，好，病情的转变，好，那一般我们看到的风温，除那个在国外的话，没有什么发表的药，美国人拿什么发表的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懂中医啊，就碰到就是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也有风温的现象，那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原来是伤寒，哦，这个病人呢伤到寒了，结果呢，我们他这个在自己恢复的过程中间，有的是伤害他自己会恢复的，在自己恢复的过程中间呢，发温病，所以是还有一种混合的现象，会看到风温的现象。好，我碰过。好，那我就问他之前的现象，他原来的确就是体重结痛，后来呢流汗以后好了，他流汗的原因是他是木工嘛，他又要生活不做事又不行，一做事运动出汗，他运动出汗实际上运动的出汗跟我们尿汗是不太一样的，他运动出汗的时候他又得到感冒，好，就变成这种汗流不止的现象，就是风温，身体病还在那边，好，病还在那边。那诸位看第八条，这个风温呢，好，本身简单的讲就是说，病人是在脱水的状态之下，水不断的流失，津液不断的流失，啊，就是会有这种现象。那这个风温为病呢，阴阳脉如果是阴阳俱浮，好，汗自出，注意看这下面哈，身重。多眠睡，好，席必有打鼾的现象，讲话讲不出来。如果发汗者，小便不利，好。这个风温呢，本身已经在流失津液了，津液就不够了，好，血里面的身上的水分不断的流失。遇到这种状况的之下，我们有处方，好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辛加汤啊，很多，哦，张仲景用人参啊，好，把它津液补回来。这个病人出现身重、多睡眠，好，这种现象，我们就知道。病人水湿的脱水脱了很多，好，因为血那个我们人身上的血里面有非常多的水，如果这个血呢没有水在里面的话，这血不会流环不会循环嘛？怎么会循环？这个血那么浓啊，一定要有水在里面。那如果水跑掉了，好，病人失水的时候，当然呢讲话没有力量讲，因为舌头讲话都靠我们血的力量，血液循环也不好。哦，讲话讲不出来，那打鼾的话，睡觉的话打鼾，呼吸的时候呼吸声非常的重，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肺里面的津液也不够了，都这些都是津液不足的现象。身重也是，好，脾主四肢主肌肉，那有身重的现象都是脾脏，哎，脾统血，好，血里面的水分不够了，都会有产生这种身重的现象。好，若发汗者，小便不利。你如果说。医生看到这种病人，一看啊，老师他是误解，你不晓得他是风温，他有汗，好，那这个是太阳中风，开桂枝汤下去一开，你又给他，他本来已经汗流失很多了，再一开，你再发到汗，小便不利，因为汗和尿是同源，好，诸位在夏天的时候，如果你运动很多，流汗流很多，小便就会比较少，好，而且比较亮比较少，而且那个比较黄比较深。好，因为你不了解他是风温嘛，好，那你就开了发汗的药给他，造成小便不利。那如果这个病人呢，好，如果是遇到医生被下子，就是攻下的药，我们津液不够，我们只能上他的津液，好，血里面的水分呢都来自我们吃的食物，我们吃的食物了里面有很多的水，不管青菜米都有水在里面，好，如果吃到米没有水，那个米是硬邦邦的，咬都咬不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青菜是干的。好，青菜那么多湿都有很多水分，所以我们平常喝进去的水，再按照中医的理论，你喝了水下去以后，到了胃很热就气化掉了。但是你如果吃的是食物里面的水，好，不管是肉类的，不管是蔬菜的东西，食物里面的水到小肠里面气化出来，这个水才会进入我们的那个血液循环系统里面。我们为什么很不中医呢？不赞成这个验血。因为你验血，你光是验血嘛，哦，验血，你没有去验水，
那他西医认为 H2O 没有问题的，他不去验了，哦，他去验血。那你这个水分的量的多和少，会影响到水那个血里面的指数啊，所以不是很准啊。好，哦，你不要，千万不要以它为做准。所以我们处方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看验血报告。哦，那现在外面很多的中医呢，就是看了验血报告，哦，你说胆固醇很高，开什么药？这是不对的，中医不是这样子看病的哦。那如果说你病人已经在脱水了，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啊，医生一看他大便不好，又去攻他，一攻的话，这个小肠大肠里面的食物被你攻出来，水的源头又没了，病人呢很惨啊，只是小便这个湿时候不是说小便，因为没有小便，而是小便失禁了，控制不住了，好，就是在那边滴漏而已，只是眼睛都直直的，眼睛都不会转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源头没了，津液丧失的很严重。那津液丧失的很严重的时候，到我们人身上最后一层就是厥阴，就是肝脏。那肝脏里面的肝从藏血啊，很多血藏在里面，那血里面的水又没了，好，因为表汗流掉了，大便也没有了，那个小肠里面的食物里面的水源头又没了。这个是树，好像变成干枯的树木一样，就眼睛是直视的，啊，这不是医师误诊。那还有呢，如果被火者，好，就是过去大陆北方嘛，好，因为天气冷，都睡在炕上面，炕上面很热啊，好，那病人不知道啊，就靠了炕上面去睡，靠了火那边去睡，好，身体会发黄色。那你又看到黄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误诊，好，因为中国有了很多事情，这边当医生的看多了。哎，没有当过医生的，好，你我们看到病人发黄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肝胆的黄，有的时候他不是，他是贫血的黄，好，是血不够的黄，好，所以说如果说血里面的水分被排掉了以后，这个我们隔着皮层可以看到血的颜正色，血隔着皮层的颜色就是黄色的，好，都是失水，好，然后如果是严重的，好，容易受了惊吓，好，惊吓。那这个是自重常常会抽动抽筋，好，如果这个时候再靠近火熏之，已经丧失津液了，我们这时候把病人移开来，如果还是不知道，还是继续靠近他，你本身在失已经在流失水分了，再靠近火，再去烘焙他的话，想尽办法把等于是想尽办法把水排掉，这个时候病人呢，哦，就会很危险了，好，就会很危险，就这个，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个大陆北方的时候炕，因为他们也不能没有炕，为什么？太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遇到这种生病的情形的话，就不能太靠近炕，好，这是一般的一个大原则。好，那大家要了解它呢，就是以后你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好，你就要想到张仲景讲的这个第八条，好，我们要如何保持津液，好，当然后面都有处方，好，现在还没有介绍到处方，好，好，第九条，好，诸位看，病呢有发热恶寒者，好，就是发于阳，如果是没有热只有恶寒者，发于阴，那发于阳者七日愈，发于阴者六天好，好，那个阳数七，阴数六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实际上是一样的数目，因为发于阳呢是发在病哦，发于阳是白天，比如说这是一号，啊，一号的白天，好，你上，好。伤寒了，白天伤寒，然后呢，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哎，走过后面，好，六号，等一下我把它写近一点啊，好，今天得到了，这一号。二号呢？好，三号、四、五、六、
哦，这个是有发热恶寒的话，病人是发于阳，就是白天一号的白天得到。那无没有热，只有恶寒的发于阴，就是半夜晚上得到一号的晚上。结果好，你看你从那边白天开始算，这个第一天得到到第二天，好一到二，二到三，三到四，四到五，五到好五到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这个第六天，然后这个中间是隔六天嘛哈，这是到第七天，它就会好。那你如果是半夜好的时候，如果是你是半夜得到了，病发于阴，是半夜得到，阴数为什么是六？好，半夜得到从这天开始算。等于是这一天开始算，实际上都是同一天，一个是半夜晚上，哦，从这边开始算的话，算到这个刚好是第六天，这个是第七天，哦，这就会有六日愈和七天愈，实际上都是讲十足的六天，足六天，哦，只是一个发生在白天，跳过去有只会变成一个七天，实际上都是六天，这是病的过程，引发的过程，没有治疗。那如果说我们经方去治疗，应该是今天吃下去，当天就好，不然就第二天好。好，第二天好。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有第二天？因为中午。如果你是在中午以前喝的，早上就吃的经方，中午以前就会好。那你如果是下午的，来才开始喝的药，同样是对症啊，当天不会好，要隔天到第二天中午才会好。好，为什么中午呢？从四时开始到五时到未时，好，这是阴气开始盛的时候。那中午会好是因为我们有药力在里面，中药一吃下去，阴阳一平衡就正常了。后面会有个条变专门讲这个，好，到时候我们到那个条变我们再解释。所以实际上看起来是阴数好六，好阳数七，实际上这个七跟六是因为是白天晚上，算起来还是足六天。好，第四条，为什么好这个太阳病呢？好，头痛到七天以上自己会好，因为精进故也。又欲在心者，真主要明，好使精不传则愈。这个条变哈，就解答了我刚刚说的太阳症、太阳病。如果是你是伤寒、中风、温病都没有关系，当它传精的时候。第一个会先进入阳明，那你我们知道他会进入阳明，问他，哎，病人你感冒你几天了？我六天了，哦，赶快先针足阳明，为什么？怕他就会那个病会进入阳明经。针足阳明的话，足阳明那么多穴道，你针哪一个？足阳明的本穴，好，足三里穴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让他进步再传，好，那一定要等到六天，你不要说今天得到太阳病，好，当天就把他砸了足三里，不需要。好，不需要，要六天看到还没好再去砸，好，不需要。第十一条就是我现在讲到了太阳病要好的时候，从四时到未时，好，四时开始呢是厥阴，哦，少阴还有太阴，当六气在运行的时候，一天一日的六气在运行的时候，是不是厥阴、少阴、太阴？这是顺，不顺，好。所以当你到了进了中午了以后，阴之进开始阴进，阳气要回头的时候，你胃口恢复，阳气回头，这个是一个绝对的证据，代表说感冒好了。所以我们处方开给病人吃的时候，如果是今天早上。8点钟一开门，病人就进来，一看伤寒，对吧？处方也给他，啊，中午的胃口就好了，你就好，你中午好了哈，就下午的汤药就不要喝了，对吧？那如果没有好了，可能是汤药力量不够，好，或者是这个人在一边喝汤药一边跟他现在在吵架，诸如此类的，结果没好，你说再喝第二碗，到隔天的中午，你就要跟病人交代，一定要中午的时候胃口回复，好，这个是代表病好了。那我们分个阳病跟阴病，所有的阳病恢复的时候就是在中午，阴病恢复的时候是在半夜，所以我们在治疗肝病呢，肝癌或肺癌怎么样？我们在希望病人跟我们说啊，奇怪，昨天晚上起来哈，深更半夜起来，饿死了，找中医吃，自己救回来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常常会问奇怪问题，问病人说，
你晚上会不会肚子饿醒过来吃东西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，没有，还不行，加，还不到，是加重，这是我们医学的标准啊。所以只要脏有病的时候，都是半夜胃气浮；浮有病的时候，就是腑号消化系统有病的时候，都是中午的时候胃气会恢复。如果是这边呢，张仲景对这个太阳病表证很在乎，所以在太阳篇的时候介绍了很多。为什么介绍很多很详细？就是希望说我们当医生的能够帮助病人，在病在表的时候就解决掉了，根本还不到你一剂就去掉了。哦，如果全世界人都能做得到这样子的话，那西药厂就完蛋了，不需要了嘛，因为你病都好了，就那好了，你就吃什么药？好，中风呢？表解，如果表是解了，好，没有不会再恶风了，好，也不会再流汗了，都很好了。可是还一点点不了了，就是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症状。12天以后，这个12天就不是一天六十七十二，好，6×12不是，就是足足12天，好，就会好，好。这个中文就很讨厌，好。这个。第13和第14我们并在一起，因为这个是相关的啊，并在一起。如果病人呢身有大热反欲进医者，热在皮肤，寒在骨髓。好，这个身有大寒反不欲进医者，寒在皮肤，热在骨髓。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病人来的时候很好玩哦，他说这个很，你摸他身上是滚烫的，哇，全身烫的，就他抱的衣服很冷，我们就知道里寒，里面很冷。那这个表面是热的，但里面是寒的。这是我们在处方的时候就出现的，针，比如说这个寒在骨髓，这是针寒。啊，针寒，假热，哦，热是假的。好，我们知道它真的。那个，这个呢，身大寒反不欲进医者，寒在皮肤，热在骨髓。好，这是真热。好，外面呢呈现的是假的现象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好，为什么要知道？老师，我为什么要这样知道分真假？你如果是真寒假热，你可以把假的删除掉，不要去管它。好，直接开。去寒的药就可以了，但意思就在这里面。好，那以后会遇到老师，这个为什么老师的上热，哦，下寒，我们为什么不用真寒假热？因为我们这样子写就告诉你，去热和去寒要同时用，你了解我意思吧？哦，如果说啊，告诉你这个人是阴虚，哦，内热，那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辨？因为有阴有虚的药，有去内热的药啊。好，目的是在这里面。好，那只是张仲景的伤寒经过里面从来不谈阴虚。阴虚都是好那个温病派的医生，他温病派的医生看每一个人都是阴虚。好，那张仲景呢不是。伤寒论里面呢好对只有这个寒热只有这样子，只有这样区分。好，阴盛和阴亡。阳盛，好，还有阳亡，当然你可以叫亡阳了、亡阴了。好，阴盛就是实，好实。张仲景只区分这个，他不分阴虚，所以《伤寒经论》里面看不到阴虚，好，看不到阴虚。那我们慢慢介绍深入的时候，我慢慢跟诸位介绍为什么，为什么。那既然老师没有阴虚的话，那就不要补药啦。那个我们都用了很多补药，温病派用很多补药。对，张仲景说不要用补药啊，治病的时候不用补药。所以整本《伤寒论》，你就看他的时候，后面会看到张仲景呢，轻补、小补的时候给你甘草，啊，中补的时候给你加点大枣、加点那个白芍，啊，大补的时候给你加人参，他就结束了。他的补阴的药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。他用了阳药很多，啊，阳药很多。那我们需不需要补药？需要补药。什么时候可以吃补？正常的时候吃补药。好，健康的时候吃补药。好，所以
最好的中医的观念就是，没有病的时候把身体弄得很好，不要去生病。那有病的时候用治病的药，治病的药就可以了。病好了以后才能吃补药，在治病的中间不加补药下去。好，这就跟温病派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温病派都想办法，都是阴虚嘛，看都是阴虚就开了滋阴的药，因为你既然看到阴虚，你一定开滋阴的药，啊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好，大家来看这个，第十五条，现在慢慢进入重心了。好，太阳中风，我们太阳有，现在大家知道啦，太阳有中风，有太阳伤寒，有太阳温病。好，现在讲太阳中风，太阳中风都是阳浮和阴弱，寸脉是浮到了，阴脉你摸下去很沉很小。阳浮者热，自发好；阴弱者汗自出。好，那这个呢，瑟瑟恶寒，病人会有点断断续续的恶寒。好，那个细细那个恶风，风吹的难过。好，好，这个细细发热，就是断断续续的。好，有点微热。好，鼻子呼吸不是很顺畅，常常擤鼻涕啊，鼻子。好，桂枝汤主之。好，现在进入第伤寒论第一个方，桂枝汤。这个桂枝汤呢？还没有介绍汤方剂之前，张仲景从伤寒到金匮，大概60%以上的处方都是桂枝汤来做加减，啊，桂枝汤做加减。在金方家认为，桂枝汤呢是一个阴盛阳盛、阴亡阳亡，是一个平衡调和，啊，它能够调和，啊，阴阳的第一方。第一个处方桂枝汤，好，那这个桂枝汤不是说张仲景发明的，就是历代古代的圣贤一直留下来的经方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一直在这个从来没有变过。那张仲景把它归经归到专门治疗太阳中风使用的，好，太阳中风使用。伤寒呢，金匮。诸位会遇到三种，一种是汤剂，一种是散剂，像五苓散啊，很多散剂哈，还有一种是丸剂，像乌梅丸啊，哦，我们后面的那个乌头刺刺的丸啊，哦，很多有丸剂，哦，有散剂，有汤剂。在读伤寒的时候，金匮的时候读张仲景的东西，你要知道干什么，为什么什么时候要用汤剂，什么时候要用散剂。什么时候要用丸剂？好，这个都不一样的。好，汤呢？你如果把它加个草字头，哎，这是扫荡嘛？好，是扫荡。所以汤取它的迅捷，速度很快。好，你如果说今天我们把它做桂枝汤，好，我们五味药对不对？桂枝草、草姜子，我们五味药，我们把它做成桂枝丸，和桂枝汤吃下去不一样。好，桂枝丸吃下去等了半天不发汗。好，我们汤一下就发汗了。好，那煮汤的时候还有技巧啊？怎么讲？什么老师？什么叫煮汤有技巧？你喝汤药的时候，你到底是喝它的气还是喝它的汁？那老师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掐头啊！啊，又是气来了。好，当你要发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发散？哦，发散。对不对？要取它的发散了，全身毛孔都打开来最好啊。所以你煮汤的时候，大火去煮，好，从头到尾就是大火。好，里面六碗水煮两碗，瞬间就15分钟、20分钟就煮完了。结果呢，老师，我这是你这样子煮大火的时候就吃它的喝它的气。你如果说是小火滚了以后，小火慢慢的煮，一般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小火慢慢的煮，把那个桂枝汤那个煮的很浓稠下来，你是喝它的汁啊，那不一样。好，当你在治病的时候，啊，迅捷，汤大火的煮，所以中药所有发表的药，你的目的要发表，就用大火去煮，好，所以我同样一个汤剂，我开给你，你如果煮的方法不对，吃下去效果就没那么好，好，当我们要攻里的药，我们要吃它的汁，比如说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些大承气汤证或怎么样，我们要把大便通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在那边吃它的气很轻啊，往上冲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吃它的汁，像白虎承气的话，我们要慢慢火去炖，
一下一剂就把它整个通出来，因为它的质很厚很重，味道很厚，那个功效好，它的目的不一样，就是汤啊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要涤荡去扫荡五脏六腑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用汤剂，好，还有通关活络，经络不通的时候，好，要关好都可以要用汤剂。阴阳不平衡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也用汤剂。怎么讲？比如说阴阳不平衡，很简单的，阴阳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来阴阳不平衡。有的人说老师奇怪，白天我都昏昏沉沉，晚上精神很好，就阴阳不平衡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奇怪，大家都你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就是阴阳不平衡，不见得你有病。好，大家都是这样，就你一个人很特殊，就是阴阳不平衡。好，也可以解释成，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要吃虾子，结果十个人吃，九个人没有吃，那个人有吃，那个人就阴阳不平衡。如果十个人吃了，九个人都拉肚子，有一个人没吃，那个虾子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是 common sense， 是不是 common sense？ 对不对？所以食物中毒送到医院去急诊，一定是一票，不会说只有一个，其他都没有，那是这个人有问题。对不对？你就当侦探也要有一点 common sense 嘛，对不对？一票人是一百多个人进来，都一定是食物有问题，根本不要问，一定是食物有问题，大家都没问题，就这个有问题，这个一定做了什么事情，好，你知道吗？自己独立做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子，好，那当我们病邪很重的时候，重症的时候，我们都用汤剂，还有呢，哭就是病人萎缩了。好，枯槁了，肌肉一直在瘦，一直在瘦，好，全身没有力量，我们就用汤剂去润泽它。皮肤不好啊，也用汤剂哈，能够让皮肤好得很快，好，所以增益气血啊，我们都可以用汤剂。那如果是用散剂，好像我们很多散啊，好，用药粉啊，好，五苓散啊，张振宇很多地方用到散，都在用在，你如果是四肢。病很久了，久病，好，这种我们都是用散剂，好，像风湿这种皮症，好，皮症风关节啊，还表里游走，这个病有时候在表，有时候又跑到里面去，病呢居无常处，好，跑来跑去，我们都可以用散。如果是顽疾，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用顽疾。好，像经方里面很多地方用顽疾。好，这个顽疾呢，最主要呢，能逐破这个积聚，所谓硬块、肿块、好肿瘤，我们都可以用顽疾。好，这个还有那个。这个吃东西，哦，有的人呢不进饮食，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，好，胃口不是很好。那胃口不是很好的状态之下的话，我们可以用顽疾缓，慢慢的去攻它，哦，慢慢的去攻它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好用汤，什么时候用散，什么时候用丸？如果说迅捷，好顽疾的话，就变成药缓力专。顽疾的力量呢比较缓慢，好，药性比较缓，但是它力量非常的专一，好，力量非常的专一，好，所以我们要集中去打个点的时候，可能就会需要用顽疾。那如果说我们要全身的扩散的时候，我们用顽疾就不行，我们要用汤剂才有办法，好，汤剂才有办法，这基本的一个好大概的一个观念。那什么时候该怎么用？好，我们介绍到《伤寒金匮》，尤其金匮很多地方啊，也是用顽疾，有时候用散剂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去打虫，打虫的时候我们会用了乌梅丸，那乌梅丸是顽疾啊。好，那我不要用乌梅汤，你喝都喝不下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药去攻虫的时候哈，我们挑最苦的药，最辣的药，好，这里面干姜啊，好，黄连的很苦很辣的药。那你乌梅很酸的，乌梅多酸啊，乌梅还不能直接放下去煮，还要先泡过醋，泡过两天再去做成乌梅丸。那你又泡两天再煮，你又这个汤又酸又辣又苦，你怎么喝？对不对？一喝还全身难过。我们只要它在肠胃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把它做成顽疾，好，能够直接攻那个定点的。好，所以张仲景也是用顽疾，张仲景用顽疾才有办法吞嘛。好，同时你要骗那个虫嘛，那个不然你吃下去，你吃乌梅丸，你是希望虫吃到，不是你吃到，对不对？
就你把煮成汤，就是你吃到，就虫还很爽，对，你要如何去那个引诱它吃，这个好，待会我们介绍乌梅我会介绍，好，很多技巧在里面。好，注意看这个，你们书上是第九页哈，好，桂枝汤，这个桂枝汤呢，这里方剂呢，三两去皮，白芍三两，甘草、炙甘草二两，这个炙就用那个蜂蜜炒过哈，生姜三两切，大枣十二枚皮。你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开这个量，这是汉朝的这度量衡哈，你就开到药房去，药房把你丢出来，药房把它丢出来，我不怪你。如果你这样开它丢出来，我不怪药房。有的地方我真的会怪药房，但是你如果这样子开，药房把你丢出来，我一点都不怪药房，因为怪你自己哈。这是汉制的量，汉制的量。那曾经呢，我就查这个量，这个糟糕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现代，这是查汉朝，怎么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又不是大陆的考古学家，有资格进去把那个度量衡挖出来，那个马王堆啊什么去量，去拿水进去称，对不对？